好，浴佛盛典是净化人心，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是让人文学校的孩子在结业典礼之前上了一堂浴佛课，而另外在达拉斯，职工是利用会所外的广场来举办浴佛典礼，一共有500多人共襄盛举。 庄严的队伍，严谨的步伐。美国达拉斯慈济志工踏出会所，来到户外广场举办浴佛典礼。今年与往年不同，设计了5组献供人员，从慈诚委员到慈青慈少，500多人虔诚一心绕佛绕法，让整场浴佛氛围展现十足道气。 浴佛典礼除了谢佛恩、谢亲恩，更谢众生及天地恩。在亚特兰大，浴佛场地设置在会所前的空地，尽管空间不大，依旧有150人参加。 佛诞节当天也是母亲节，浴佛结束，人文学校也举办结业典礼，孩子透过奉茶向老师和父母亲表达感恩，同时志工也利用义卖推广素食。大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